加油，哥哥！灵儿，你真的是你吗？我只是个丑陋的蛇妖，又失去化作人形的能力，活着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。你何必犯险来救我？不，不可能的！我的灵儿，我的灵儿是……仙女神岛水月宫，莲池仙女藏仙踪，巧似少年情深种，错付痴心一场空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灵儿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那已是过去的事了，一夜夫妻。一世恩情，你要是有什么不测，我岂能苟活？太好了，灵儿，一切都没事了。林姐姐，我……你别在意，当初在苏州时，我就大概猜出你和李大哥的关系，只是这个死没良心的，怎么样都不承认。反倒是，你不会怪我。想着你的逍遥大哥吧，林姐姐，谢谢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好姐妹了。我们三人要永远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哎，其实啊，其实在这边，其实他们三个就已经讲好了，就是要一起在一起。讲到三个人永远在一起，又让我想到陈靖仇、小雪跟拓跋月儿，哎，还有啊，以下的重点为什么为什么李逍遥看到灵儿裸体才想起来这一切？果然是因为裸体吧？你是因为跟灵儿一夜情，记得她的裸体的冲击吧？看到灵儿的裸体才冲击吧。哎，而且李逍遥在失忆后也有对灵儿说：“我一定会照顾你，不会让他孤苦伶仃的。”在失忆之后哦，对灵儿这样讲，然后也对月如讲说：“我们要一起吃到老，玩到老。”OK。这是爱的力量，对，然后对，这是 iOS 版的，然后2017年上市到 Steam 的，这样。哎，但是我觉得他们三个人都讲好了，都没有彼此没有怨言，大家就这样子吧，反正他们都讲好了嘛，可以共用一逍遥，不是啊，我是说愿意一起生活下去。虽然这样子对现代的爱情观不太好，但是。还是一个很感人的剧情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以前小时候玩这一段没有想太多，虽然以前重玩很多次，可是长大后，哎，经历过酸甜苦辣的人生，看到这一段还是特别有感触的。好了，晚安喽，晚安喽。羡慕吗？又羡慕又嫉妒啊！李逍遥的剑可以随时出鞘又入鞘的。
对，其实银月如真的很喜欢李逍遥。嗯，其实玩完新仙剑，真的后来真的觉得旧版真的比较 好看一点，没错。李逍遥才是工具人。好啦，其实 我还是觉得剧情是很棒的，也是很感人的剧情。就是你去哪里找来这两个女人愿意做出这样的承诺呢？对不对？月如愿意牺牲自己换取逍遥的性命，反而月如不希望逍遥去牺牲生命去救自己。长大就歪掉 ，OK 啦，好啦。哼，大瓜小子，你想得到没？没有这么容易就白白便宜你了。大胆狂徒，竟敢私种犯妖，饶不得！你可犯了什么罪？你要如此破坏于他？这边我来不及念哦，不好意思。是妖怪又怎么样？他又不曾害过任何人。哼，妖狐虽温驯，谁敢保证将来不会成为一头吃人的猛虎？即送命镇守池塔，斩除魔族妖患，乃我执掌天命所在，绝不容情。放屁！神又怎么样？是人六只手，三只眼睛，一副嘴脸，比妖怪更像妖怪。灵儿的天生灵力高强，是他的福气。你们嫉妒什么？你呢？你不也是法力无边？怎么不先杀掉你自己？无知愚民！我乃仙界之神明。不同于这般下等三精妖怪，如等回头是岸，或者一并打入炼狱之中，受永世劫火之苦。我娘乃是女娲嫡系主因，我身虽为妖，心却非为魔，你怎可凭此而加罪于我？女娲，祭天如来坐下，苗女崇拜圣灵。啊，这边我来不及念，不好意思。欸，这样讲就不对了，在幽城幻境路中，女娲可是神主呢。我觉得女娲应该要是算神主才对，怎么会变妖主了？来，这一秒开场先公蹲。上天既赐予我不同于凡人之力，就有我必须去做的事。我若死于此，不但有愧于天地，更对不起千千万万崇拜我的苗民前手。道归道，魔归魔。而我是我，神佛也不能决定我的命运。跟他拼了！好。啦啦啦！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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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怎么是月如这边？会不会宕机啊？哦，不会，吓死我了。哦，玉佛珠已经穿在他身上了。绣花鞋、莲花鞋。然后防具有吗？有。好，先这样。新 bug。要用最先光源布吗？好啦，用一下好了。我先偷东西啦，我的习惯就是先偷，先抓他再说。哎，有武神呢，这么快就有了。嗯，武神一样不会论奥，一补体。对，他在 YT。那门你马上被赶，总觉得有点可怜。他有几个玉菩提啊？有九个哦，有九个玉菩提。好，三个。先放招式好了。
没有，这个没被改掉，这个 bug 还在。好，第四个，哦、他打得好痛哦。好，第五个。第六个，哦，第七个，好，第七个，再偷两次。第九个，要说第九个对不对？好，结束。第九个吧，第九个了，所以先关原部啦，因为天干胀气了。蛮痛的。龙岩草。哎！我刚怎么按到九三？好，打死了，终于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想以多取胜，坐收渔利吗？天哪，这个胆子也不肯对打败正义冥王的人反应，各位想一想，请你帮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吧。既然你能打败冥王，你一定有本事的。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离开这里。难道我的希望又破灭了？你们大家听我说，难不成我们去找99个人类或1000只妖怪来吃掉才能够出去？这500年来我想尽办法也只吃到5个人80只妖怪，这样子我也得等到多少500年才能出去啊。就算真的是如此，到时候还是不知道出去的方法。吃了99个人或1000只妖，这种传言恐怕是一项毒计，又一次要被端入卡中的妖怪只想惨死而尽。有道理。各位，人类有句话说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好了，晚安。虽说这索妖塔号称500年来禁锢无数的妖魔无一得以逃出，但是这座塔毕竟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，所以我想不可能没有方法。大家静下心来好好思考，集众人之智慧定会想出个办法来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诸位兄弟，我以老大的身份宣誓，
从今而后，同伴之间绝对不许再发生互残相似的事。唯独天鬼皇，绝不饶他。知道了吗？是大哥。另外，在场的不管是谁，只要拿得出法子，要大呼出去，我就把这大哥的位置让给他。怎么，没有人肯试试看吗？这等深奥的问题，想破你们鬼头鬼脑也莫想个出个屁来。欲穷天地之理，解古今之谜，来请教我这书中仙人就对了。老书呆子，你又来搅和什么？鬼流氓头，说话客气点，老夫现在可是仙人呢。不过区区一只下等小妖，也敢妄自称仙人，是不是上回受的教训还不够？我这书中仙人的封号可是由圣灵小姐的相公亲口封的，由不得你不承认。原来诓了李逍遥啊！相公，我封的。靠上就了不起啊！喂，你们听不听我说话？掏出这锁妖塔的方法只有一个，而且只有我知道。真的？前面请快说。别信那个书呆子的鬼话，他每次都提出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法子。你不得不承认，那些都是最能直接解决事情的方法。就像八年前我连一位弟兄误入西药坛中，你教我那个苦苦的方法，就是要我头去做，结果害我被西入坛中困了八年之久。的那位小兄弟不也就因此得救了吗？你分明是在害我。两位别争吵了，既然书仙前辈有大出塔的方法，大家不妨先听听他怎么说。既然圣女小姐肯给面子，老夫就献宝了。听我道来，此塔乃584年前梁武帝遍及天下金刚白玉石，招数千名一流工匠，耗费20年而建成，并且无数高僧法师于塔内外布下无数的禁咒，历经数百年的变迁，此塔仍由蜀山仙剑派所接管。从学理上来说，此塔就有入口没有出口，而且四面的墙壁生兵利器不能损，雷击火焚亦不能伤啊，仙法魔咒更是枉然。只有从它的建筑结构上的弱点下手，大家才能出去。一击从内部毁了这座塔。没错，大家看见四周这具十一只巨大的建筑了吗？据我积年累月的观察，此处乃锁妖塔最底层，这些金铁锁住的巨剑便是支撑这座塔的支柱啊。除了我们所在的这只以外，其中七只呈北斗七星盘龙阵方位排列，余三只也与神龙摆尾之方位一起锁住龙尾，而旁边这只最大的一把剑正好钉死住龙头，所以就成了飞龙困于路，上绝天下绝地之势。那好办，就把这些建筑全部打掉。听我说完啊，鬼流馒头，用点大脑行不行？柱子是底下支撑的，砍断上面的建筑部分有啥用？你此处的化妖水池之下，必定有这些建筑的支撑点。只要有人潜下去，找到这些地点加以破坏，这座塔想不垮也难。开什么玩笑？谁去？这种化妖水，我稍微沾到一滴就受不了，整个人潜下去，我就全身给化个精光。没错，当初设计此塔者在塔里注入化妖水，
就是为了防止妖怪从他的土遁，另一方面也是保护这些建筑不被腐蚀啊。可是当初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会有人类能走到这最底层来。你是说由我去？化妖术对妖怪是致命的，对人类却是无害。好，你大哥，我们去。不要啊，月如。化妖水以表面敷一层十分粘稠的油脂，以仰卫的体重来说，恐怕是很难潜下去。但是此处的池水缓慢在流动的，若在出水口附近流动较剧烈之处，油脂层较薄，应该可以潜下去。在何处？在附近吗？出水口的位置经常改变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，自己去找吧。我的话说完了。等一下的就交给你们，我要回苏州休息了。就这么办，天鬼兄，这件事交给我，请通知塔内的所有人，事成之后大家到这里来会合，要出去就大家一起出去。好，咱们分头行事。大家听着，我已经把你们老婆孩子都集合起来，想带走的家当也全部打点好，听我召唤，就回到这里集合。祝一切顺利，回头见。我们也出发吧。我也去。你，我也算是半个人类，何况我的力量和他们不同，对化妖池水我可以忍受，因此正因冥王判我逃脱，才把我锁在建筑上。那太好了，我们三个人又可以一起行动了。